Hello， 姐妹们，今天我们来冲豆浆。 这个是碧翠园的豆浆，我喝这是黑豆味的。姐妹们，这个黑豆为啥是绿色的？你们可以上某度查一下，冲一下。嗯，这个是黑豆的，这款豆浆是零添加蔗糖、高蛋白质、高膳食纤维、非转基因大豆。 它不是特别甜哦，它一点都不甜。这个大人小孩、老人、孕妇都可以喝。现在是19.9，给你们发两大盒，这个是黑豆味的，然后这是黄豆味的。你们收到就是这两大盒，然后咱们可以配早餐，这个是面包。 这个豆浆一点都不甜哦，咱们家里的老人也能喝，而且它都是一袋一小袋一小袋的，一盒里边10个，特别方便携带。咱们去单位早上上学或者上班的话，拿一袋到单位或者到学校就冲了。只要有热水就可以，热水的话咱们不用用那种开水，就是60度的温水就可以。一袋是25克，这是黑豆的，这是黄豆的。